台南美术馆伫全台防疫三级警戒期间，为了让民众会当持续欣赏到艺术所带来的压力，特别推出到几落项线上展览跟活动。而线上美术馆活动，阁邀请到名模林志玲来担任着主讲人，来负责配音。在每一个时期，台南都以丰富的文化积累，体现出文化资产与能量。因此，借由丰富的人文景观，得以紧密的与美术馆整合在一起，构成城市文明景观。而台南市美术馆正扮演着城市文化橱窗的角色。跟着志玲姐姐走进台南美馆，透过镜头加上林志玲简单又容易捌的这个介绍方式，来分享着南美馆的一馆和二馆的故事以及相关的美丽变身。志玲姐姐为这南美馆线上美术馆来发声，在疫情期间，伊嘛来讲，希望大家做伙团结对抗疫情，伊嘛期待讲疫情过后会当倒来到台湾吃美食、写美术馆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合作，让我们一起度过疫情。在疫情之后呢，就可以到台南吃美食，逛古迹，到台南市美术馆看展览。台南美馆线上美术馆的影片，六月二四以及七月七日到七月七五暗时七点，咱会分别来摄出着全新的影片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